亲爱的胡真，您好，令弟在。师傅，你跟一起吧，他们人多。好，我在这儿等您。好一个盛气凌人的外，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但我身后的老想见三爷，口气不小。我并非燕，鄙人张三，一名普通的习武。我是谁？对，重要的是，我知道胡师傅在找一个人。前段时间，有位姓胡的小哥在武馆接。小哥在四，按道理，小哥以我判断是武馆们联。如果胡师傅和武馆规矩不能被，这是一汤浑水。胡小哥于是。自然，以上是我的猜测。哼，爷我看不惯那些。祝你好运。另外给你说一下，武馆街这个地方，现在已经。
什么事？哟，口气不小啊。行，你进去，小心被揍成猪头。来者不善的，原来如此。你弟打破了规，驱逐你弟之事难全，但我奉劝。哎呦，Yeah.
小子，胡，可惜原来如此。骗，是由我那天夜里这之后，你慢着，我不是你武馆街中是你开馆。先不说这个，我虽可以是，不管有没有 K 城寨十三，同时是时间不多了，去吧，小子。